今天是世界粮食日，新加坡食物银行举办为期两个周末的食物募集活动，第一天就收到超过4000公斤的食物。食物银行今年的目标是收集到上百吨食物，比去年多出2倍。今天的活动也派发了1300份食物礼包给11个有需要的团体。